贾老师，你好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今天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 boss 非常的有年味呢？是啊，非常非常的有过节的气氛。所以今天邀请阿杰老师来呢，是希望您给我们的制作人们送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请您打开一下桌上的任意卡。那就是这个了。任务卡，大家看一下。阿杰老师，请您亲手为制作人准备一份年礼，什么呢？写春联。在正式开始准备礼物之前，需要老师先进行一个随机挑战，挑战结果将决定备年礼的难度啊！请抽签决定挑战任务。我抽签。是的，看到了，有五支签。随机抽签。好，五只，哪五只呢？那就这个吧。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。是什么？虎年绕口令挑战啊！虎年绕口令挑战，限时30秒，快速且正确朗读五则与虎相关的绕口令。如挑战成功，请老师自拟一副春联，规定必须带有虎字。很应景啊。如果挑战失败，则用左手完成此春联。左手，我这右手都写不好，让我用左手。好吧，挑战开始。古上画只虎，破了拿不补，不知不补骨，还是不补虎。照葫芦画瓢，照老虎画猫，虎不像虎，猫不像猫，葫芦不像葫芦，瓢不像瓢，还是照虎画虎，照猫画猫，照葫芦画葫芦，照瓢画瓢。武松打虎变得老糊涂，糊涂见虎等于犟糊糊。东庙有面鼓，西山有只虎，敲动鼓惊动虎，鼓面敲破剥虎皮补骨。墙浪一面鼓，鼓浪画老虎，敲鼓碰着虎，鼓破老虎。阿杰老师挑战成功。成功了耶。带虎字的春联，我想一个啊。这个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写过这个东西了，这是上学的时候的底子。在阿老师写横批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他增加一点点挑战难度了。什么挑战难度啊？不知道阿杰老师一心二用的本事怎么样？一心二用不怎么样。好，那么请您在完成横批的写作中回答我的几个问题。是这样啊。好吧，要出手了。如果您是特遣署食堂的主厨，会安排什么菜单吸引白起呢？白起喜欢吃烧牛肉，红烧牛肉。我就给他安排这个。哇，每天都吃红烧牛肉吗？那也不行哈，这个咱变着方的来啊。爱吃牛肉，咱们周一是酱牛肉，周二是这个炒牛肉，周三炖牛肉，周四红焖牛肉，周五咱们牛肉馅饺子，行吗？回头白起要被你喂胖了，然后他又要去减肥了。他会去练的嘛。这个白警官这个自制力还是可以的，不像我。你看说了半天，我这一个字儿还没完成呢。老师将来有机会去练影视生活的话，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职业呢？会想挑战什么职业呀？想想啊，那我一定要去起子的
起子的单位，我就去特遣署吧。特遣署，哎，特遣署现在缺什么呀？特遣署现在缺那什么吗？他们是不是会有特遣署内部的这种电台啊什么的？比如对外播报个什么消息，我刚才去那个主持人得了。请用三个带虎的关键词来描述白起，当然谐音也可以，不一定要是虎这个字。白起虎，形容他虎，为什么我想到的虎头虎脑，并不是开玩笑。这算吧，这算一个吧。虎虎生风，这个从来没有狐假虎威。这个可以谐音是吧？可以谐音。这个永远守护。好，最后一个字儿。请阿杰老师用一个词来概括您和白起的关系吧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我觉得我跟白起其实录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可能有人会说像个好朋友，但是我觉得呀，咱作为一个北京人，说哪两个字显得更近呢？我觉得白起就像我的一个哥们儿，好哥们儿。好了，写完了，这个行不行的就是他了。我觉得是献丑了，是真的是字面上的献丑。先给大家看一下上联。虎跃龙腾，生死气。好，先摆在这儿啊。好，下边是风调雨顺，兆丰年。最后横批，国泰民安。感谢阿杰老师给我们的制作人准备的大礼，在这里我们也给阿杰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是的，年糕寓意着团圆凝聚，年年登高。祝阿杰老师一年更比一年好。谢谢大家，非常非常好的寓意。我看这个呢，其实我知道这个是上海的一种小吃啊，叫条头糕，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其实不妨就把它叫做年糕啊，它也是一种年糕嘛，对吧？啊，真的非常非常好，上面我看有这个很香的这个桂花在上面，刚刚我就闻到了香味儿。可以吃一个啊，尝一个。好吃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在这里呢祝所有的制作人们在新的一年可以收获更多更美好的经历，反正有白起在，他一定会帮助大家迎难而上，逆风翻盘的。同时呢，在新的一年也不要亏待了自己的胃，没事，多吃一些，反正多余的热量留给白起，让他帮你消耗。好吧，新年快乐。